出师表，诸葛亮。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言是谓之神，不懈于内；忠志之士，忘身于外者。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而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为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积弗装彼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而富有私，论其形相，以超陛下平民之志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侍中、侍郎、郭由之、备衣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顺，是以先帝简拔以为陛下，如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知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卑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重，性幸属君，晓畅军事，是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若能，是以众以举重为督，如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知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睦，优劣得所。亲言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，远言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。侍中尚书长史参军，此悉正亮死节之神也。愿陛下亲自信之，则汗失之浓，可继日而待也。臣本报衣，躬耕于南阳，久存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问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讳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知臣以当世之事，尤是感激。遂许先帝以驱驰，后席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艰难之间，以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之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宿夜忧叹，恐父托不孝，以伤先帝之名，故五月道路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税三军，北定中原，竖揭劳顿，扬除奸凶，轻覆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选益，尽尽忠言，则由之依允之任也。
愿陛下托神以讨察轻服之效，不孝则治神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，责由之衣运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知取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胜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。临表涕零。